大爷什么的，替他回应您一下啊，谢谢您各位了啊。刚才这是我们师叔刘春山跟那个乐器的合作伙伴，叫安久健，哎，合作表演一个精彩的节目，给您带来了十分钟的欢笑。两位老师说的非常搞笑啊。时间很短的，那不重是啊，人家是为什么的？为少说一些，为给我们哥俩多留一些时间的负担。这是一种高风亮节的行为，对吧？让人家后台休息休息，他赶紧歇会儿。但是现在说他也不是很累，对啊，人家演十分钟的，这个钱就到手了，还羡慕人家。那请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再给您说一下。谢谢你们表演。我名字叫做靳鹤兰，作为这里一名年轻相声演员。搭档，好多朋友对他可能有一定认知度，也看不到。姓朱，叫朱鹤松，是我。也确实，好多朋友可能对他熟悉程度更多一些啊。确实，哎，咱有认识的，说是文具匠啊，还真了解啊。以前都知道他是文具匠，实至名归也谈不到。具匠，哎呀，不行。说什么都不听，太有意思了。就这么一位老师，跟我合作也是不少年。我们哥俩是老伙伴了，对吧？我跟前面那些演员都不一样，他们搭档时间都不长。哎，他们都是三天两头的混搭档。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谁跟谁一场。是是是，搭档之间，哎呀，你连我们做大褂儿做多少事儿？对不对？那是什么呀？做大褂对了，一场搭档就一个颜色大褂，对，这两头的换大褂，没错啊，三天两头的也换搭档，哎，也不像我们哥俩，没错，我们哥俩风风风雨雨走过来也不少年了，那时间太长了，对吧？到今年来说吧，这是第九年，九年其实不容易，那确实是不容易，要我多了说，今年第十个年头上，哎，十年了，十多年了，因为我们中间休息了很长，所以我们严格算天的话，就不多了，严格算天没多长啊，对，可能也就六年多，不光休息了，太现实了，哎，十年，十年，其实有人也挺感慨的，你感慨什么呀？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有很多十年，现在自己也不自信到这种程度了。你别客气，别谦虚了，好不好？啊，这十年有很多呀。对呀、啊，但那个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这有什么不同的理解吗？你想想吧，嗯，从你刚出生到你十岁，嗯，也是十年，这是在妈妈的怀抱之中。对呀、啊，埋在妈妈的怀抱当中。对啊，十岁到二十岁啊，也是十年，也在妈妈的怀抱之中。二十岁到三十岁也是十年，还在妈妈的怀抱，请妈妈放开我，我想飞了。永远不能不知道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永远不要忘了妈妈。真的，我没忘。就是啊，你不管到七十岁、到八十岁、一百岁，她永远是你的妈妈。你在她的眼中，永远是她的孩子。我让她活着啊！我先死。哎，这是一种孝子的行为。妈是天，妈是地，请观众朋友们为自己的妈妈鼓一个掌。这我太傻了，我太傻了。我有一种站在春晚的舞台上的感觉。妈妈没有错，对，咱们要当一个孝子啊。那个孝你埋在心里就好了，你别埋心里呀、啊，这谢说下的字你笑出来呀、啊、你。真的这个心我真想抽死你。孝顺母亲是应该的，对。但是二十岁了啊，男孩子来说应该出门闯荡闯荡，要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对了，对了，哎，到那个年龄段了，放飞自己出门了、啊，这个天地有很大，是出门去看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多新鲜呢，嘿嘿。应该出门去看啊，对，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哎，都跟他在一起，一起合作说相声。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十年啊，也有可能是最后的十年。黄泉路上无老少，就得我先走啊，也可以我后走。
打着打块了以后我是翻船了我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很辉煌吗？哦，人身体的各种经历呀、啊，就特别的充沛，是不是？另外来说呢，正是长知识、长能力的时候，没吸收外界能量的时刻，青年这个状态。哎，现在你也是青年的状态啊！是是是，对对对。但慢慢的，会早晚你会步入中年到晚年，哎、晚年很幸福就好了。那么我也盼着了 啊，就你也幸福不了。我们青年人生最好的十年是都给了他了。当然我没有要啊。不是，我不是得十年跟你一块过日子，啊、不是把我的青春赌你。啊、对呀、啊，那就毒死我了。就这十年咱拓展一直在一起合作、嗯、一直从来没有分开过，对，这很难得，是十年的时光啊，多新鲜的，真是蹲说来说，但凡搭档五年以上的都火了，真是的，我们都十年了，不应该火两次了，按理说十年我们都该埋起来烧了的火，对，但是这么默默无闻，哎，也很难得，也是一种奇迹啊，很难得的一种行为。当然在舞台上啊，大家都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成功，哎，对了，越来越好，没错，演员都有这种想法，靠的什么呀？什么呀？互相帮助，哎，就是说相声默契程度嘛，互相帮助，对，不能嫌弃，哎，不能说我这搭档现在舞台上不做人了，我搭档就不要了，对。不能说因为你的逗哏演员脱发，他直发，你不要他，显得丑，这不行。我还不发，我还不嫌家贫的，何况我是人呢？他不乐意，你嫌弃我。但凡你要说的能力啊，你都对得起我干嘛呀？就因为我脱发就不用了，有些许的过分了。对呀，我对秃子不敢呀、啊。你秃秃跟我没关系。我到四十岁，我早晚我得是个秃子呀。四十岁就是个秃子了，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提前时间？我从三十岁就秃了。对呀、啊，你留秃子挺帅气的。我不。那好。你怎么不留秃子呢？你看我这头发、啊，这今天刮完，明天还长，没完没了啊！这玩意儿，烦人！这是天天刮，我又是懒人，我乐意天天刮。你要去我们家，我给你刮。行了行了行了，我这真是哎，这个头发长得、哎、太讨厌了。那你要头发多，赶明你给我多送几根。您作为挺茂密，多好，这小空气刘海儿也多帅呀、啊！天天在台上胡说八道的，这夸你帅，这个胡说，你挺帅的。那说秃子说谁呢？脱发说谁呢？你现在不脱了吗？咱不花钱了吗？咱秃吗？对，这头套很真的。花钱买了个头套是吗？这不你花钱了吗？花钱的值吗、哦？人造毛啊！什么叫人造毛啊？就是你制作出来的毛，从这边挪这边来了吗？是我都是我自己的头发。对对，你造出来的嘛，人造毛嘛。我自己造的。对呀、啊，人造毛。对呀、啊，那人造毛不得别人造的吗？哦，你这行啊。那配得上我这个血型吗？哦，植发还用血型啊？你要不是我自己毛，跟他相似啊？哦，跟相声有关系吗？没有。他跟我聊什么呢？再聊一会儿不就下班了吗？我这混时间来了。干嘛来了？你这是干嘛来了呢？咱们给大伙儿咱们说相声吗？说相声。你听听你这碰这么样货色，能不能好好的？好啊，你提高提高你业务能力，你别得开什么光挤兑我有什么意思？挤兑我你就成功了，成功不了啊？图什么呢？痛快！已然成功不了，还不活个出心吗？你痛快了，你想过我的感受吗？起码咱俩痛快一个是一个，俩人都别扭，那你说这心里多别扭？我痛快，你稍微别扭，你不就自个儿化解了吗？我怎么这么心大呢？我能自己化解？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心胸必须得开阔呀、啊！真的，就天天我受人挤兑，
天天这么挤兑我，我心胸还得开阔。我没挤兑你，就说你两句，你就这耳朵听这耳朵冒不就完了吗？我吃心了怎么办呢？这自个儿化解呗。我很烦躁，你知道吗？这天的这么扣的爸爸。这负面情绪太多了，有人积压下来消化不了。我教你一个办法，不想听，找一个河边去大喊，在河边啊，把这负面情绪喊出去。然后呢，天上你几杯，哪来去喊啊？我天上这么闲的，我答应过来，嗓子喊出来了，因祸得福嘛，真能自己给自己解心宽。你昨晚有没用的？比如什么说有用啊？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听听。相声舞台是一句用得到的，你多琢磨琢磨，你别老琢磨我呀。比如说用到什么的相声？说话聊天语言，这不一直聊着呢吗？我什么都跟着过着呢吗？这就完了。然后呢？哦，光跟我说两句话，聊两句闲天儿，就行了。还要干什么？这正常人用你呀、啊，谁不能这么聊啊？对呀、啊，都可以呀、啊。要你这么说，这相声太简单了呗，有张嘴就能说了呗。不是这样，多新鲜呢！大家伙也会说话，咱们也会说话，人凭什么花钱来这听咱们说话？因为咱们是演员啊，他们也可以报名上这儿做个大花当演员来呀、啊。但是他们没有来呀、啊，机会永远给有准备的人。准备什么呢？准备大褂。对呀、啊，你不投资怎么挣钱？投资一身大褂，你就是个演员了。对呀、啊，哪这么容易呀、啊？这行业是门槛很低哦，有张嘴，有身大褂，弄身衣服，你就从事相声行业了。难也难在这儿了，怎么才能长出这张嘴来？这张嘴怎么能给大家伙带去欢乐？那不是应该都跟演员琢磨的问题吗？那我们琢磨，要你干嘛呀？我们在这里穿一个大褂配合你，他们不乐的时候我乐，他们不鼓掌的时候我鼓。我天天弄这么一个捧哏的，弄一个你等于舞台上的观众。对呀、啊。那你的作用何在呢？尴尬修饰器，我就说让你不会干干尬尬。我用别人也能做到。对呀、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捧哏演员的职责了。别的逗哏的也能干这活。对对 对。来个人你这活都能来。真是啊。这不是琢磨跟业务有关系的吗？说话聊天啊、嗯、这有很高要求。要求什么呀？舞台上说话嗯。不能用方言土语，方言土语大家听不明白。要说普通话，这我都听不明白了。我马上要尴尬了，我不懂了，我说的是普通话，通俗易懂吗？对的，并不代表演员方言土语但不会。你还真是一个矛盾体呀、啊，然而不能说还得会。你有特定的节目需要有那个方言呢？哦，你表演表演的好多节目，嗯，有比如学四省。有那个节目里边运用的比如山东话、嗯、你得会说吧，得会山东话呀。你到某一个当地演出去了，嗯，为了跟人拉近距离，你不得学习当地语言吗？必须得来两句哈。对呀、啊、你到哪儿你说哪话，还真是的。你甚至有好多地方当地的人民不会说普通话。哦，还有这样的地方吗？就跟我能耐大，有点正门完了吧。啊，有一年去那哪儿，内蒙。去内蒙？对了，干什么去了？玩去了，玩去了，干嘛去了？嗯，演出啊，干嘛？去内蒙说相声。对呀。哎呦，北京都容不下你了。咱不得去外地巡演吗？对对对，巡演给牧民们说相声。这也追着马跑啊！人家那个当地人民有一部分啊，就不会说普通话。他们说的都是蒙古话。对了，蒙语。哦。为了拉近距离，也得跟人当地人去学习。哦，你还学习过蒙语？嗯，你以为呢？光会跟你聊闲天啊？哎呦，我们多努力，付出多少，你都了解吗？这些我竟然都不知道。那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呢，这些咱都得研究，咱得会。哦，半夜你偷偷出了蒙古包，不是去挤牛奶了，真是去学蒙语了，我。太愚蠢了我！在蒙古，我大半夜挤牛奶去，白天不就让？什么叫偷吗？难的。
蛋，半夜挤牛奶，那不就是偷去了？一寒呀，一寒呀。我是疯了，我真是去学蒙语了。我白天去的，白天去学蒙语，晚上偷的牛奶。我压根就没偷牛奶，光学蒙语了。问您几个简单的可以吗？你能教教我吗？可以呀、啊。哇，你真是一个不保守的男孩啊！我让你教你就教。咱哥俩的关系，我教你几个，这个也不保守，也是响当当的交情啊！问问你，现在这大家问好怎么说呀？很简单的，门的门的。哦，大家好呢。齐了门的，齐了门。我们加一齐了就行。走路呢？呀不噜呀不。跑步，齐了呀不噜，齐了呀不噜。蹦起来跑步。拔个牙，这不是蒙古话。嘿，听出来了，肯定不是啊。好笑吧？尴尬消失器。哦，这怎么变成古话了？没有这个动作。对不对？你说走，跑啊、嗯？什么叫蹦起来跑？蹦起来跑啊！这蹦跶怎么跑？哦，那再换点别的，吃饭扒了一地啊！你怎么吃鸡眼了？扒了一地呀、啊！我没说扒了一地，您说的是吧嗒一地。哦，吧嗒一地，对，这是吃饭。哎，吃肉呢？馍可以吃。哦，这就瓮声瓮气了。当地人民最爱吃肉，一吃肉馍可以吃。马还一吸，哎，吃牛肉呢？大鸡叫马哈一起，大鸡叫马哈一起。哎，吃羊肉，小鸡叫马哈一起。吃鸡肉，尖嘴子马哈一起。鸭肉，扁嘴子马哈一起。吃蛇肉，奇了怪味马哈一起。吃企鹅肉，内蒙没有企鹅。对呀、啊，怎么吃啊？买呀，哪儿买？哪卖上哪买去？文具店哪卖企鹅？文具店压根就不卖企鹅，你哪卖啊？生鲜，河马，你看河马，河马连鳄鱼都卖，鳄鱼都卖，企鹅也卖，人家能卖。鳄鱼没关系，企鹅是保护动物，你吃那个不被保护的呀。因为你保护起来了，保护动物是画片吗？不是，你买那个人工的那个人工饲养的呢？你别追求野生了，哪有人工的？人工孵出来的，人工孵出来的。对呀，人工哪个人孵啊？就是你在那啪一下蛋，你就拿过来，你搁家里炕头上给孵的，孵出来那个就可以吃。你说那个不可以犯法啊？对，我去哪儿找这个人工的？就你得先找一个企鹅呀，你得去哪儿啊？企鹅在哪儿啊？企鹅呀，企鹅的老家在哪儿啊？南极。你去南极呀、啊？对呀，多冷啊！太荒唐了，我连那个剧场我都嫌不到南极呀、啊。还上南极？我说你怎么去呀、啊？那地儿？你问谁呢？去你都不会，那不对，那能是南极吗？哪儿啊？北京动物园啊。那门口八号线打四号线，直接动物园 A 口上来进去不对了吗？到后边极地海洋馆进去，到最后那有企鹅馆，那得单打票，你上了应该我这人家极地海洋馆，对呀、啊，我往里边逮企鹅去。对呀、啊，那玩意谁逮着算谁的？那没听说过海洋馆里边谁逮着算谁的？那怎么背着他的玻璃罩都挡着了那个？你在那，你先把它逗出来，它有一个那小头位的那个口，你先拿个鱼给它逗出来，唰，你怎么啦？出来！我现在倍儿特别想把你脑子切开，看看里边是什么。你是怎么想出这些东西的？逮企鹅你不会逮吗？逮过鸟吗？我不太懂。就是你逮呀、啊。就是它一咬你，啪，这个嘴就攥住了，拿透明胶裹上，然后你勒出来，然后人要说，人要发现了怎么办？给人放回去呀、啊！那发现了，你赶紧松手。
舍得了。我还是请牛奶去吧。那不管怎么说吧，对，你就非得吃这个企鹅肉，吃企鹅肉 ，QQ 妈哈一起。这是蒙语，这就是一个骗子呀！打着语言的旗号，大肆行骗。也比你强，比你强。怎么呀？你没骗别人，他光骗我了，在这儿。教我逮企鹅去，教我往动物园逮企鹅去。你但凡出个南极，你都对得起我。南极那有野生的，你就非得逮家养的。那到南极都是保护动物，冰川上那个雪地你踩一。那动物园不是保护的，人家还想怎么保护？大玻璃罩都挡起来的，还不放过人家？你买票了，你是花钱的。那花钱让你看，不让你逮的。那我干嘛逮企鹅？我逮大象回家给我跑啊！会被发现。那太大了。那企鹅我就发现不了了。带着那小企鹅也得这么大呀？你背个双肩背给它卤包里呀、啊？你回去你反正也是吃，你就别让它活着那么健康了，给它卤进去不就完了吗？真的，你这想法人家够枪毙的，你知道吗？别让人发现，别让人发现呐！而且一帮人盯着你，人家那儿比方说饲养员看不见，门口那些游客还看不见。他们一看你这，他们也这个。到时一看，哎呦，拦不住了。人家在那儿搁着小动物去，咱们往那儿上过去呢。企鹅好吃、啊，企鹅肥嘟嘟的，趴在地上。这种冷水的东西都好吃。你有这个思想真的很危险，你知道吗？我不吃，你不吃你问，就是再说一说。你不吃你不吃，你对这个步骤也很了解。你觉得应该你作案的想法啊，你都写出来了，就怕执行了。你现在，天天一直都害我，你是怎么？你是认为我真去是吗？不是，就这种东西你不想吃吗？我不想吃，这不是你问的吗？你不喜欢铁锅炖大鹅吗？铁锅炖大鹅吗？炖企鹅呀？企鹅不就行吗？给我那个去了，铁锅炖的都好吃。那倒是啊，对，柴火炖的就好吃。咱别聊吃，我跟你聊吃的了啊，聊语言，聊美食家也行、啊。我不大美丽。你以后告诉他去啊，带他去啊。不是，咱就说这个蒙语有一些咱确实都会简单的，确实会一些这种边边艳艳的语言。什么叫边边艳艳的？经常用得着的。还有什么语言你能聊一聊啊？还能聊，比如说满语。满语。对了，你听过满语吗？满语过去清朝人家这个满族人说的话，满语满洲话哦，满族用语您也有所了解？不，我太研究这个哦。上回咱们去东北演出的时候，你半夜偷偷的出去了，对，原来是去骑马奶去了。你是不是离不开这玩意儿？对，再说哪了？再换个地儿。在你们家你翻翻译帮孩子挤奶睡觉吗？睡不了，空军我也睡不了，这天有我你睡不了。你天天给我安排的事儿太忙了。满语满洲话太好了。哎，我向您学习满语，你还乐意教给我的？我太不乐意了。你还愿意亲囊相授吗？不，你一个畜生。你能不能教给我呀？什么都教给你呀、啊、我想跟你学满语。你想学的太多了。我这人喜欢学习呀、啊、想不想学挤牛奶？不想。我教给你，我不学。对吧？要防止被人发现的，你拿嘴接。满语这咱确实啊特别研究。是吗？真的研究。那您教教我这个满语行吗？我特喜欢这满族文化。我不是不教你，我真的很怕你，真的是你听过。
我没听过呀。学过吗？我没学过呀。会不？我不会呀。一句都不会吗？一句都不会。那就好吧。你要骗我？这骗我骗我。哦，你看咱俩上台打这说话聊天那个状态，咱俩像谁骗谁的？我骗得住你吗？生下来就好办了。你一句都不会，我教你什么？你学什么呀？我怕你学砸了，东一学一句，西边学一句，最后自己学成一个串儿了，对吧？很丢人的，还真是，那确实有点丢人了。我不会呀，就跟着我这一个人学就得了。太好了，这样别一问一答了。那咱们。设计一个剧情，来个小品，一边演着，你就把那个话说话聊天用这个满语，你都学会了。好，有这个语境了在里边了啊。那样，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百姓了，我是满族人，我就是满族人，不是你这个状态就满足了。再起，这一个尴尬。尴尬消失期，马在旗，我是什么旗呀、啊？过去讲究八旗子弟，对了，哎，好多朋友都了解，嗯，赤橙黄绿青蓝紫豹纹，累，这位八旗，前面倒无所谓，主要这个豹纹实在是太诱惑了，豹纹，豹纹好，外面演的死相，这不行，这对豹子实在太无礼了，豹纹对豹子怎么无礼了？豹纹嘛，你不能拿豹皮做吗？豹纹就拿豹子皮做的，那为什么叫豹纹呀？按照豹子这个纹路嘛，人造毛。那是我。我是毛，我这头都是人纹的。尾巴，红黄蓝白整四旗，相四旗。咱们现在八旗之列 啊，对呀，正四旗相四旗，咱们单独跳两个旗。为什么呀？咱保旗今天来这些朋友了，真有一位人家在旗，说人家不合适。哎呦，那个皇亲贵胄们，对了，跟着不礼貌了。哎，现在还有皇上吗？有没有皇上不重要，重要是人家，比方说人家就在旗，对呀、啊，说人家事儿，人家能高兴吗？那肯定不高兴啊，对呀、啊，对不对？就跟别人说你似的，我也不高兴啊。但问题别人不说，光他妈你说。那咱画二一个，咱脑子太对了。对呀，你说有人嘲笑你，说你是个鹿，我肯定不开心啊。有这么嘲笑鄂温克的朋友吗？这是什么？你不鄂温克族吗？是吗？克文克族是什么？你是什么民族啊？汉族啊，汉族。来，老师，以后能不能再聊点我懂？不是汉族你不了解，汉族这么庞大，汉民族啊，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啊，你这是都是炎黄子孙，是炎黄子孙吧？是，你买哪个呀？不都这么说吗？我知道买哪儿了。您就清明不上坟吧。上坟那阎王上坟呢？对呀、啊。就在我们家祖宗上坟呢。那你不他们的传人吗？没传人多了，传一半不传了。传到我这收了行吗？因为我不太了解，我不是汉族。你什么族？回族。我们老上坟。回族你们不是炎黄子孙了？是炎黄子孙呀、啊。我是龙的传人了，是龙的传人，是。看我这都快这都破皮了，快长犄角了，坏了，马上了。我跟你聊这个是吧？还乐意学吗？学，学咱就好好学，不学现在就下班，别太多下班，节奏不要太松散了。好了，你回家再歇五天。没事，关小海快上班了，我问问他。哦，行，快来几个美女吧，来吧。单独咱们也单独挑两个旗出来。咱们哪个？你来一个满洲正绿旗。正绿旗？为什么绿旗呀、啊？你适合，问你媳妇去。我来个正紫旗。你为什么正紫旗呀、啊？问我媳妇去。行，再给你起个满族名字，我有满族名字了。
你现在叫什么呀？朱鹤松。呸！明朝的那是，清朝不用这个姓儿。我明皇后裔啊。到清朝，人家得汉姓姓黄。对了，你叫黄文帝吧？什么？就叫这名字。什么名字？黄文帝吧？什么名字？黄文帝吧？黄文帝吧？不好吗？对我礼貌吗？还好太子的礼貌。不行吗？楼吧，爱新觉罗，爱新觉罗好，爱新觉罗匡，罗匡啊，不要这个过名字。叶赫那拉，叶赫那拉好，叶赫那拉屎，我不要。柳姑屎，柳姑屎好，柳姑屎憋三儿，我还想换。这个名字跟这学满语有关系吗？好，进入角色，我现在已经进入角色了。在这角色里边了啊！对呀、啊，不许跳戏了啊！不许跳戏了！一会儿你打那头来，我打那头来。街头武艺，说话聊天都得用满语了。咱们都是那个满语，对了，满特色了，太好了，好不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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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来，那个满族人气势啊！等会儿我看完这段。阿克啊！啊什么呀？阿克阿妹。滚阿妹耶你就在这儿我不是跟你演两口子阿哥嘛阿妹嘛阿哥是哥哥兄弟、嗯、别喊我阿妹呀那我喊你什么呀阿嘛出去离开这神圣的舞台不要这种糟粕伦理哏并不着调不要开伦理的玩笑你管我喊哥哥我管你喊爸爸骗你我骗你什么了骗你什么了你不告诉我满语一句不会吗满语我是不会但身为捧哏演员哥哥于众的爸爸我们得留下你现在骗个人多难那您看我阿哥行吗？好，阿哥，阿哥，阿哥三姨，阿哥，阿哥三姨，阿哥，阿哥三姨，阿哥，门前一棵葡萄树，葡萄树，好仨字儿。那你跑这翻场来了？阿哥，你说阿哥现在是阿哥三姨，什么意思、啊？跟你问好了，哥哥你好啊。向我问好了，你得说三姨，三姨，哎。我要死我怎么那么不会聊天儿你在向我问候我竟然说我要死你怎么说的三姨这就是我要死那么你叫什么你得说三姨这是挺好的三姨我要死三姨挺好的我这正常聊天啊你好啊挺好的底气很足啊对吧你好啊啊挺好的这一看就要完了好吧对吧病入膏肓了明白了有点底气阿哥阿哥阿哥三姨三姨光怎么三姨三姨光怎么三姨三姨光怎么三姨三姨你也挺好业余木匠怎么讲就一句你教的吗三姨阿哥三姨你个三姨我现在问了光怎么三姨什么意思呀问候你们家祖宗十八代都好吗满族人这么热情吗满族人哎一见面把全家问候一遍那我说什么呀耿三姨这是我们全家祖宗十八代都死了这是一个灭门惨案我不要这个坏消息你是怎么说的耿三姨都死了应该呢耿三姨这是都挺好的、啊、这个满语全从这个吊门上找起哎、哦、找到捷径了好好捷径了阿哥，阿哥，阿哥三爷，三爷，哥哥三爷，哥哥三爷，有命不急，买白菜，买白菜，外边买去吧。
买白菜啊？不买白菜。比如说买白菜。买白菜。矮白菜也出一些，麻麻菜是不是？你像孩童一样的白菜。矮白菜是满语。啊，你干什么去？我说什么呀？墨西哥掰的比。墨西哥掰的比，肯定是一个特别不吉祥的意思。你说墨西哥掰的比。把吉祥的意思告诉大家。我溜达溜达。阿哥，阿哥，阿哥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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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白菜。那几个白菜比，比心的，不如心的，不如在哪里？我也找个鸟去啊！找什么鸟去？谁跟你说鸟语了？你这不是鸟语花香的吗？真有你懂啊！这个是什么？满足最高一个问号，是最高的问号。哎，问号了，哦、你得还有一句回答。我说呀，黄衣拉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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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太不吉利了。这是黄衣拉裤，黄衣拉裤。音调是上来了，还有情绪夹杂其中。黄衣拉裤，黄衣拉裤，是让你表现开心，不是贱。明白吗？要吐吗？那么恶心的，捡过钱吗？捡过钱。好比说啊，走马路捡钱包的感觉，嗯、你穷的叮当响了，走在马路上，突然间有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1000的，一张的。对了，你拿一张。过年给我捎过去啊，看看吧。你在他乡还好吗？没你好不了，就是那种感觉。有这个钱了，那种状态，那种兴奋劲儿，拿起来就是钱，1000万！哎，啊，回来哦，回来哦！恶心的，我太开心了。你就反正找那种感觉吧，明白了，行吗？嗯，还不来听？记得呀，打牌来一个，好啊，巩固一下。阿哥，阿哥，来个三亿，说了怎么三亿？三亿，买白菜，墨西哥掰的比，比心不如心，不如心，他的比，掰两个，掰两个。甭管怎么说，确实这点人做得很好。这就是满足人两个人见面了，当地聊天啊，说话一种方式。那刚才学得很快。最崇高的问候是什么意思呀？不重要啊，我想我现在知道我求学欲特别的旺盛到现在，就是人家当地人民啊最好的一种问候的方式。我想要你告诉我，我不是我要你说出口。每个人对于问候的理解不一样，为什么？也许你现在特别开心，你像这种问候啊，你更高兴了。你万一你现在你有烦心事儿，听见这种问候，你可能会觉得是对你一种侮辱。哦，对吧？你可能会生气、着急，动手打人，着急。您多虑了，多虑了。我不会生气，不会着急。我要生气着急，我是你的孙子。早这么说呀？早这么说，我连黄衣拉裤我都告诉你。快告诉你！你明白那个比基尼不比基尼？对不对？他没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这是把你过去给我当儿子，愿意吗？你这生气？生气你是孙子。那这黄衣拉裤，黄衣拉裤呢？我愿意，我愿意。去你的吧！在天天我脾气就是好，哎，想不翻都不行啊！脾气就老学了吧，就跟买化妆品似的，翻场就是那赠送的小样，必须得要给人大伙儿赠送一个，一个美女主持人啊！这有德云社这几个德云社来说，哎，女的主持人不多，哎，对，但是是最漂亮的一个，最最漂亮的。非常的精致，特意大价钱从台湾请来。哎，说话真真特别可爱，是吧？请您欣赏，现在请来女编剧进来，真可爱，特别可爱一个女孩子，岁数也不大，人都挺好。人家说白了，主持人呢，很希望。不仅是对我们喝点，对对对，就是每队来了都希望他最后一场啊，都给大伙说一些，哎，对的，回馈大家，没错，希望人家每一位朋友都满人来满人，哎，都在这里坐一会儿啊，多坐一会儿干嘛？人得开心呢，开心吗？开心。这大哥特别有意思，这大哥从
头一场那俩孩子上李元跟那个郭伟航俩一下台就说了，前面那大哥特别好，说什么都不乐，大哥乐得特别开心，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哪里来的朋友？还是是北京人吗？那就当地北京人，还是跟北京一样。北京人什么呀？这都是，还是北京爷们，这是人捧人高啊！捧哪来的？来，给老师们磕一个。装什么北京人呢你？肚子痒痒挠挠。你干什么？我整这个胡家我干什么？你看这朋友来这场应该不多，不常来吧？对，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很像那种就是来放松一下，哎，对，消遣娱乐一下，消遣娱乐，对对，他不像您，不像旁边这些朋友，哦，啊，您跟前坐这些女孩子们都是常来的，他们来的次数比我们演的都多，这词儿背的比我们都熟，不是羡慕，是因为您没感觉您乐的时候他们看见吗？他们不乐，就是有时候现在就是这样。现在有好多观众啊，因为喜欢德云社，喜欢相声，对，经常性的闲暇无事就来剧场听一听，来没事听听相声，好放松放松。对，花钱不多，非常开心啊！你看现在尤其还特殊时期，是，咱说白了，能来这么多好朋友，实属不容易。咱们相见便是缘分。你要有时候不是特殊时期，观众还能来更多。哎，对，其实对。会多一些，这可以坐满。对，其实是可以了，来了得有九成座吧。哎，甭管来多少人，来一个朋友，咱不也挣钱吗？哦，你想的是这方面的，不然我大晚上跑这逗你来了。不是，不是你大晚上疯了吗？我也有家，我要挣点钱回去拿到家中去养我的妻儿的东西。我大晚上跟你扯这个犊子在这里。挣钱啊，你挣钱得放到最后。对，你们都想挣钱，谁活着一辈子谁容易啊？那可不嘛，都不容易。进钱这真是就都是蛋吧，我告诉你吧。现在农民我也容易不了。干嘛呀？我跟别人演出的时候这点早下班了，你知道吗？给观众多说点，你老想下班，张着不就说相声，咱们干到十点半才好了，观众照值啊。你看，是呀，电视机多说点，多说点，你这人又不烧油又不烧电的，多喝点口水，就是给观众讲俩笑话，怕什么了？我乐意多说，人家剧场乐意吗？你管他呢？他能打你吗？我打你他就报警，就完了吗？人家服务员不下班吗？报警，就为那个演出。对呀，人家报警。对呀，观众怎么都值。好啊，是你这给观众付出啊？是我再付出，我已经正常，咱们应该九点半下班。十点半下，都来一小时。放松嘛，交朋友一个十分八分那就送嘛，一小时送。人家剧场家不允许这么演，他不允许，我还不允许他九点半关呢。这样人家罚款，罚谁呀？罚你吗？罚你吗？罚剧场。对呀，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拿他们的钱，咱们交朋友，这不是明白人吗？但是他会找到咱们圆的。对呀、啊。然后人家去说我们把这款咱得给他补上，赶紧走。这帮人行了，听话。乡民记者员啊，下回咱只能说尽自己可能的啊，不范围内的给大伙多说一点。哎，再来一个清明节论的小包裹，好不好？没有，这是我表演，你他妈在旁边老左右我。行了。别管我们，我就想到十点半。我不走，谁也别走。都得死。你现在是现在这现场氛围好了，对呀、啊，观众人多了，对呀、啊。现在大伙儿那都恨场子多点了，对呀、啊。我过去我那儿演出的时候，我也恨不得多说一点。
那点是真没人，没人你还说，你怎么那么大的脸呢？人家是关注的问题，那么你的问题。我说现在关注人越来越多了，喜欢相声人越来越多，你看现在至少一座七八成吧，八九成座。对呀，这得坐着今天底下坐300多人吧。哎哎，这得是200人的剧场，嗯，坐满300人。哎，后座我都不知道远人在哪儿。那你就说过去没那么好的时间段，哎，没那么好的条件。我真的，我过去演出，我07年学相声，嗯，我08年第一次登台，我08年我这是登台的时候，观众我来说，我们的剧场也就这么1/4大，坐满了座位70-80人，哦，还得赶封箱了，70人不少了。就没坐满过，你是人很少。对，我那阵大伙都忙着弄奥运呢，没坐分享。奥运，对呀，你忙活吗？都当志愿者去了吧，都买北京了，这在天津分享去了。你去了吗？我没去，我那还小，我才3岁呢。你多大了？我今年30啊。08年你3岁，你孩子3岁，有一个小包袱。那个真没那么好成绩。那阵儿我们真说要来20-30人啊，今天就算封箱演出了，人太多了，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5-610-来个人，那个正常演出就那样，真没这么好的一个现在这个状态。现在来说相声盛世，对呀，盛世真是千秋万代相声盛世，我们赶上了。那是真的最惨，你真他妈还说了一个人，嗯，也赶上过，真赶上过一个人，一个人讲笑话。那阵那一个人要碰见这样的大哥，我就美死。大哥要自个儿来，他也不能这么美。这一个人，这我就特别想问大哥，这多没朋友啊！一个人来剧场声响，真是旁边一个人也没有。他认为说白了，有那个观众什么的，确实有一个人来的。嗯，听相声现在也有那个单独一个人来听相声的。对，但是他认为我来了以后，肯定保不齐这别的朋友还得买呢。嗯，坐一会儿啊，有时间呢，慢慢也就坐满了。真是，他也是想多了，就卖了一张。大哥来了。正中间往这一坐，听了3场，一个人都没有。大哥自己在台底下抓着挠腮的，也难受。其实不是他难受，演员也难受。对呀，你底下坐满了，说白我这台怎么说都不行，对吧？比方说这些观众，比方说人家不爱听，后面有爱听的，你雇一个大头就得了呗。那都爱听更好。是，你就一个人，你就跟对面拿贼的感觉，很直观。他乐就是乐，没乐就是没乐。他光不乐，你这个演员很有情绪化，他也不乐意演，那就琢磨着怎么办呢？别就他一个人了，后台弄几个没演出的，弄个演员或演完下去的演员当个观众陪陪大哥。对，大哥往这一坐，四周围全是演员，搞一搞气氛。换位思考了，咱研究一下大哥的心理活动。大哥肯定当时状态什么呢？听肯定是不乐意听。走，走不了，已经被演员轰回去了。一个大哥对着14个演员，还外加6个那个服务员，20来个人对着一个大哥，这只能票值啊！洗澡去都没有那么伺候啊！但我们是实现这个愿望了。哎呦，大哥真的很难受，你看大哥自己掰手指了，已经。难受呢，有点糟心，来这干嘛？说在家待会儿不好，看看奥运会不这么想，就这个状态，一直等到结束了，最后一个节目演完了，大哥站起来了，太好了，我解脱了，我可以回家了啊！大哥刚刚走，主持人呢也保护。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光临。我们那阵，我们那老板呢琢磨呀，天天人少，为什么呀？人气不够。嗯。宣传不到位，人气不旺。对了，咱这样搞点小活动呗，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呢？送票活动。哎，主持人上来了，为回馈广大朋友对我们支持与喜爱，我们特意呢为您搞了一个送票活动，我们会随机抽取一名幸运观众，送出我们下周的演出门票一张。一看那大哥，是哪位朋友这么的幸运呢？大哥眼泪
得下来了，妈谁那么倒霉？大哥最后拿着手啊，很不情愿的也走了。后来演过俩人，俩人我们这块演什么呀？搞对象。我说在座有没有搞对象一块来的啊？搞对象来还跟两口子不一样，两口子来了可能往中间一坐，人家真出相声。最怕诸葛亮搞对象，他来到剧场不坐中间，哪黑坐哪。我说在座有没有啊？搞对象的去电影院就坐边上。不坐中间的啊，他也不知道干什么去的。那人碰那阵搞对象，就是往那一坐，找个边边角角里边我看不见了。剧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在讲台上的感觉，居高临下。你们认为底下很黑，我们灯光一打，哪儿都看得见。真是，您这个手一滑，我立马就捕捉到。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搭理你们就得了。我也没法说。我说啥？那回碰上搞对象的。因为演员舞台上表演有人物，对，对这边说说，中间说说，这边说说，是这么一个表演方式。对，这舞台分三部分嘛，啊，左中右，对，三部分。嗯，所以他就认为什么呢？我们得哪看，可能是看不见他。这么表演的方式，为什么找他呢？两人看，哦，看不见我们呀，搭搭手吧，搂一搂，抱一抱。我一看，哎呀。别耽误人家，也别打扰，对这边说吧，哒哒哒哒，越不看他越过分。哦，他以为我们在那边呢。啊，俩越发过分，先摸手后摸手，顺着胳膊往里走。咱也没有特别过分啊，毕竟还在剧场呢。就这么累了是吧？当然，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呢？不敢看，又想看。我也想看他在干什么。后来还赶上四个人，四个人的赶上一回四个大哥。你要两个搞对象的也还好，对吧？四个大哥，四个大哥呢，四个人谁跟谁都不认识。来剧场以后，你都坐一块儿不也得了？不接，谁跟谁都不想挨着。四个人坐四个角，这四个人我怕压八卦都不坐。八卦大伙都知道啊，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对应八门，修伤生度景死惊开。当时有一个大哥就怀疑坐这个死门上。当时有个大哥坐那位，这不是说那位是死门啊，我是说那大哥坐的那位是死门。为什么呢？说什么他都不乐。头几段上来的谁都不乐，谁上来了那仨乐都挺开心的，就那大哥自己在这儿，就这么模样。到我上来也是这样。我琢磨咱互动一下吧，互动互动。大哥看我，看我，给我点面子啊！乐，这叫互动吗？哎呀，不会瞎互动。大哥也对得起我，哎，看看，也挺可惜。我说大哥干嘛来的，对吧？来剧场当时不开心来的，你看人三位大哥乐多开心呢，您也乐乐一乐，多开多好啊，对吧？别把这个特权发挥了，对吧？你要说不写相声，压根您来，别花了糟钱，多好啊！对呀，大哥说句话把我给逗乐了。说什么了？你以为我想来呀？那要不是我票，我能来吗？